你想不想替皇革命报仇？想不想为灾区百姓伸冤？想，做梦都想。那你今天晚上就得跟我假扮夫妻。你骗谁呀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今天晚上就可以见分晓。 还会送全新的上来，哎，夫人，夫人，哎，你手下留情啊你！掌柜的，那么大的印啊，这印是反的，小二，拿纸来，哎。 这是何中堂的公函，这个大印一模一样。这印假不了，何大人真的来了。哦，何大人来了。好，何大人可是咱们的靠山呐！啊，这回咱们可得好好的孝敬一番呐！啊，出言何大人大名，却无言一面呐。是啊，这些年来我跟何大人也没见过面。 来人呐！府县各文武官员立刻到客栈去接驾。且慢，大人，要是别衙门先把何大人借走了，咱们就亏大了。是啊，何大人可是皇上的心腹啊。上次何大人去山东，那个巡抚稍微慢带了一点，这个顶戴可就换了颜色了。何大人是不能怠慢。 如今他是微服私访，身穿便服住在客栈，这是何意？这说明何大人不希望官府的人去打扰。师爷言之有理，九门提督八级何大人是出了名的，可是何大人嫌他烦，结果给他赶到新疆种树去了。啊，那去也不是，不去也不是，大人怎么办呢？ 各位，冷静，不要着急，听听师爷的高见。范大人说的对，去也不是，不去也不是。上上之策，先派个人去摸摸底细，探探虚实，套套近乎。好，大统啊，哎，你去一下吧。我一个人。范大人。 我陪您去，好，一文一武，这样我就更放心了。莫非皇上是有意调换？大人，这可怎么办？纪晓岚的大印在我这儿，我的在他那儿，他现在燕城。 而燕城的大小官员都没有见过我的面，大人，那纪晓岚是想冒充您呐，真行啊！通知府看看。火速前往燕城。是。
大人，就是这客栈。大人，睡着了。怎么了，大人？我也不晓得怎么回事儿。一想到要见何大人，我这腿肚子都抽筋呢。 国平啊，你先进去看看何大人，让我在外边再喘口气儿。何大人没找到，眼中钉倒送上门来了。 守住所有的门，看我的手势，狠狠地打！是。干嘛？哎呦，真是冤家路窄啊！嗯，哈，山不转水转，水不转路转，路不转人转。嗯，哎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啊？哎呀！ 不知道，请大爷您指点呐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客栈是我们县太爷小舅子开的。哎呦，有来头啊！嗯。哦，嘿嘿，哎，小舅子好，小舅子你好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啊，这个叫动，哎，动什么来着？哦，你是说要叫太岁头上动土？对，太岁头上动土。 今儿个大爷我心情好，放你们一马。干什么？大爷，我坐这舒服啊，我浑身都舒服，舒服极了。哎，小心我拳头不长眼睛。朱大爷，过来一下。呀，你没看见大爷我公公在身吗？啊！嗯，站住！一个也不许走。哎呀呀呀呀！我说大爷呀，您这官位是八品啊。嗯。 可是您这架势有一品呐！啊，你把那所有的桌子给我钻一圈，嗯，要不大爷我不饶你啊！先生钻桌子啊，嗯，一定很好玩。哎呀，这烟城是民风淳朴，官风则有趣啊！嘿嘿嘿，你和气生财，哼，你少来教训我，大爷我今天就不讲和气了，你快给我钻！ 狗才钻桌子呢！嘿嘿嘿，你放心，让他一个人钻，不会让你钻。我什么事？不得你呀、啊！哎，你有病啊？你撕那字画干嘛呀？啊？何大人，何大人。 哦，对了，我先把桌子钻。大人，大人，我。何大人，您别生气，我钻，我钻。啊，来来来来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啊，哎，好，过去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大人，大人，不好了，朱大人闯大祸了。什么？你可别吓我。是真的，朱大人触怒了何大人，现在正在受罚呢。 何大人，大人，快进打个圆场吧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大人，你不能走啊！我不走，我惹不起，我躲得起。快快走！哎，大人，大人。